是我100个浴室好物的第二期，都是真诚分享的小东西，左下角有同款链接哦。你想在浴室蹦迪吗？这个浴室音响搭配着之前推荐过的浴室看剧神器，打造出一个超棒的浴室领域。音响不仅防水，还可以接电话快递暂停，宇宙都无法阻止我洗澡看剧了。半夜起来上洗手间，黑乎乎的又不想开灯刺眼睛，有了这个可以旋转的小夜灯，夜晚感应到人就会亮起，人走后就会自动熄灭，特别方便。这是我洗手间的干区，浴柜的抽屉里有一些特别好用的小东西，平时大家的首饰、化妆刷、眼镜、脏了都如何打理，我一般会把它们放进这个超声波清洗机里，轻轻按一下就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都震出来，洗得特别干净，简直就是懒人的小帮手，而且颜值还特别的高。旁边是个小的收纳盒，盖子上有只可爱的小猫咪，里面放着我的化妆棉，还有我的宝藏眼镜鼻托贴，贴上后带框架就不是我太喜欢的眼镜。喜欢它的味道不会辣口，适合不喜欢刺激的小伙伴。我还囤了小苏打美白和去口气款的，可以换着用。这款墨绿色的牙刷超好用，握的手感很舒适，关键是我特别喜欢用的刷头，宽宽的，刷轮很细，看起来就很柔软，刷起来特别舒服。后随手一扔就好了，再用这种马桶凝胶挤出小花花，它既能抑菌又有淡淡的香味。我浴室门前还放置了一个云朵造型的硅胶泥吸水垫，出来踩一踩就不会有湿哒哒的脚印啦。下一期讲卧室好物，喜欢就关注吧。